长城很多人都去过，但神秘的地下长城你去过吗？那个红门口既有历史上的啊明清时期的故事，还有我们1968年到1970年之间的故事。您看看，这就是红门口地下长城的一个入口。您感觉哪个地方是它的入口？可能呢是水缸。完了，有水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特别容易可能的呢，就是这个锅。把这锅一端起来，是吗？然后呢，或者是灶。我先看看这个锅。妈呀，有水，有水，灶里还着着火呢，燃着呢。那会在哪儿啊？你看啊，哟，看到了吧？这是下去。再一个啊，能推到那儿呢？对。您看看。有三层、咱们下去看看。走。这个您看没有？开始下坡了。这个、下坡了是吧？这就是我们所说全长8900米哈。接近18里地嘛。